日本便利店超人气鸡蛋沙拉三明治，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，现在也会经常做，口感特别清新。我老公是个不喜欢吃鸡蛋的人，但这个三明治啊，他能吃两个。鸡蛋沙拉拌好后抹在去边的吐司上，一定要抹厚一点，这样口感更好。用保鲜膜裹紧切开就可以吃了。